哦，你们不要太狠了哈，我就把人家踩踩在，又把人家踩哭了啊！你在这里的时候，不能摁住他，摁住他，固定住他，还没踩就啊呀！然后踩的时候一定是脚后跟先着地，这样子，你不要把整个脚这样踩下来。你看你这个重量下去的话，等下受不了了。这样子，然后你用力的时候，你看看这个脚这样摁它，知道吗？来，走，快点！哎，对，可以把那个车后面，对。再踩上来一点，它可以的。哎，这个是可以，是再踩上去。对，哎，坚持，哪里痛？胯是不是？嗯，这个脚这样扒住它往下踩，它踩得好痛。行，那你踩住这儿，行吗？你的身体往前去，放松。你身体往前去，行。等一下，等一起来说。哪里来的声音呢？蓝雨呀，怎么一到你这儿，他们就想要求助老师的帮忙啊？我来啊！等一下，等我上去了之后就坚持50秒哈。好重啊！把头稍微让开。老师拉住了。这样子你先下来一点。对嘛。你总是我还没开始哎。放松来，下面的人。痛不？坚持住哈，有一点的啊，放松来，啊，好，放松，回来，回来。脚不要分开啊，来。对，痛吗？痛不痛？哪痛？哎，对对对，是那痛哈。你受不了，你就不买，你就
不要动哈，你受不了就跟我说，好不好？你想要踩吗？试试是吧？行，可以吗？好，好了，够，等你们够。说孟南雨，得个什么爱子？这个还可以，这个胯。对，所以他在做那个吸腿的时候，他的胯根是可以打开的。其他人的胯根很硬，他吸腿的时候他就对这样没有打开。已经 hold 不住了吧？我过来帮忙。
大鹏，公反应。天哪！你放松，放松呼气，宝贝。啊，放松来。宝贝，你放松啊！你怎么那么下得死狠手啊？他刚才把你压疼了是吧？哎呦！待会儿你们俩在旁边一起哭吧。4、8、4、9。你放松一点，应该看到你们了。应该看到你们了。数20秒，阿奇。数完了是不是？1、5、6、7。好，来，阿奇。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宝贝，你给他轻一点了，好痛哎。19、20。3、8、3、9、40、41，多少下哟？70下。哇！谁让你们说话？听一下班旁腿，先压一下旁腿，奶奶。4、5、6、7。横叉呀，压旁腿呀。60。60啊？对，61、62、63、64。等下我点到你们表现好的，就先那个班夸啊。来，我录老师。来，去压一下旁腿，然后表现得好的，待会儿刘老师让你们第一个啊，表现得不好的就最后啦，待会儿要去凳子上班的才过关，坐好。50秒。可以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手举起来，可以。坐住了、啊。后面人自己抱。放松啊！过去一点点，哎，你坐他膝盖下面，膝盖下面的位置，哎，小腿的位置，可以吗？好吗？不疼啊？绷住了哈。啊！放松，放松一点啊！这个是叉腿还是好腿？叉腿啊，叉腿，所以更得使劲啊！对，很棒啊，放松。要不要放松一点？放松一点点，这样可以吗？放松一点，效果没有那么好嘞。加油哦，放松来，吐气啊。放松一点，等下最后10秒进去啊。十大声一点。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吐气。对，拍一下。50。自己抱住了，姐姐。对，抱，怎么抱？找不到脚了。好，数10秒。加油哦！抱住，对手抓住了。90。好，换。好，来，换一边。也是一样的哈。放松，轻轻拍一下啊！贝贝，37、38、39、40、
四三四四，开始了。四七四八，五十。好的，可以，很棒，抓住，不动。对。Okay, 坚持住。数。再进去，贴耳朵。四五，往下。对，很棒。脚背。好，轻轻的过，脚背都不带绷的。脚背都不带绷的。好，来，起来。去吧，现在你搬一个腿给左老师看看有没有进步，来，凳子上展示一个给我看一下，不会比下面还要掉得多吧。好，来，吸腿，转开了，把腿转开，脚尖，好，盯住，看这个点。好，对，很棒，慢慢的，慢慢的要掉下来哈，往后展开，来，再往后展开，身体上身，往上拎，往上拎，对，脖子下，点住，好的。但是还有一点，就是你的胯，你的主力腿还是有一点这种感觉，看到吗？把这个，老师说你把这个亮出来，不是说你把上身起来就行了，你看这个地方就勾胯的，把这个地方给我亮出来，站直了，懂了吗？嗯，下一个，给他坐住。现在你给他坐，就换人，就你给他坐，你给他踩。坐哪里啊？他们教人啊。对，你踩哪里？踩到蹲住，最后是要使劲哈，我是 OK。膝盖哟，宝贝。就疼啊！你好意思？到哪儿？你自己说。到这儿是吧？到这儿，最后十秒，进去跳啊！说。膝盖怎么样？跳到哪儿？其他人嘴抱，来走起，把胯打开，走，边腿有进步哎，一般都是哪条腿搬得起来呀？那条腿啊，你这条腿怎么搬不起来呀？你这条腿明明更软呢、啊，你疼吗？好疼吗？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成天绷脚啊，小腿贴住大腿，膝盖找肩膀，子呗，再往上拎。对呀、啊，你主力腿的胯根给我拎上去。43 45打开，打开。对，转开，转，不要看我。5 3 5 4 5 5 5 6 5 7 5 8 5 9 6 0哎呦，我都忘了给你加时间，加劲了。好，换。来，下一个。好，你去做。把这蹬进去。不行，你就说停。嗯，擦好软。要不我轻轻给你踩一下，好不好？到这儿可以吧？数30下。1 2 3 4 5 6 7 8。能行吗？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。来，走，起腿。你这两天有没有
书一边看吧。妈妈说不去的。不去吧，妈妈说的。爸爸说的，妈妈不管。你这两天看还难受吗？就是比以前好一点。医生，你们说是什么事情？抓住，走，身体往上拎，哎，不错啊，把他腿往后面，往后面拉，站住了，再来走，起腿，脚背呢，宝贝？你的脚背怎么是这样的？陈老师，你踩一下。我来。你压了吗，宝贝？那你怎么不去帮忙去踩踩呀？对呀，走。不用害怕，给你站稳，肚子收回去，不能往前塌。对呀，展开来。转开胯跟，转开。螃蟹立上去。对，螃蟹立上去，对，绷脚背，绷脚背。转开胯跟，主力腿蹬直了吗？好，拎。哎呦，这个胯怎么？拎住，收。反面走，好，走，伸直，走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，腿太重了是吧？把亮起来，肚子，肚子收起来。对了，数20秒，一、二、三，坚持，五、六、七，脚背，九。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收。立。哎呀，还能坚持是吧？好，收。不错哈。怎么了？肩膀搬得好累是吗？是不是腿太重了？减减肥了。压完之后有没有更好一点？搬完之后有是吧？还能再进去一点吧，加油！我的宝贝，真棒！哇，后背
呀，我的崽崽哟，脚背，待会儿踩脚背哈，你看看那个脚背都没有绷住，再绷，好，收，下。对啦，你每一次，特别是落腿的时候，一定要拔住你的整个胯根，特别是主力腿的胯根，一定要拎住，然后再收，知道吗？怎么起的怎么落，好不好？不要松的时候特别散哈，你看看这起手起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准备肚子，再来一遍，你们俩一起。你们俩都是左腿差一点哈，先就练左腿吧。准备，五、六，走，七、八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走，拎上去，走，起，八，伸直，一、二，先稳住重心，然后再上手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不要盯老师，十二、十三。胯跟主力腿，十四、十五度仰，十六、十七，不着急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落，好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盯住一个点，旁腰立起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没事，很好，不要总是练自己好的那一条腿啊，差的腿更应该练了。手呢，宝贝，架住了吗？萱萱。走，对，先拎住，萱萱，你不要着急，就直接上另一只手，哈，走，对，你先把它稳住了，不动，先这样，对，转开，来，你把手脚稍微放下来，给我到我的手上，走，先把胯放上去，对，肚子立起来，对，然后你自己扳住。能搬多高搬多高，来，不对，对，好，就这样子，屁股这里放下来一点，对，往里转开，好，对的，能搬多高搬多高哈，来，旁腰立住了吗？哎，然后再往上拎，不着急啊，就这样子去，先把你的胯根转开，这是谁呀、啊？樊宇是吧？樊宇，再往里面踩一点。这个下面是十八、九、七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，对，很好。九六、九七。杜阳，又塌腰了。哎呦，腿都麻了。腿都麻了啊。来，快快快快快！五十秒，走到位，直接到位，五十秒数。哪里来的声音？帮他坐一下，然后贝贝你帮他踩一下，五十秒哈，进去可以吗？坏腿也要五十秒，好不好？你能坚持的对不对？不能叫，不能抠自己哈，不能把自己抓伤了，对，不可以，来，手举起来，你要把自己薅没了是吧？来，走，可以，好，数，哎呀，这么厉害呀你，头摆正，仔仔，对，哎呀，坚持得很棒嘞，肩膀摆正了不？肩膀。三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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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
练一下你那条叉腿，走。对。他右腿比较好一点。你的手呢？说了没有绝对的直哈，扇绑手啊，你看看这个手架的，收，接下来，来走。这个手是一个圆弧状，对，往前来一点，肩膀下沉，下来一点，对，指推出去，肚子收起来，好，走，沉肩呐，扛这个肩膀在那儿，走，肚子收起来，对，脚背，你看你一颠一颠的那个脚背啊。慢一点，花根，你不要害怕，盯住一个点，你不要怕这个凳子。对啦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好了。走。谁压的更痛啊？我呀，我待会再给你踩一次吧。不痛那做什么嘞？啊？你不反抗就不会痛，你反抗了当然会痛啦。对吧？是吧？快一点！好，你们三个先来这个上面搬。准备，你在看什么呀？准备啊，你们三个先来哈。五、六，走，七。掉下来了，加时间，四、五、六，走，七、八，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掉下来不准回去，六，不能往后倒，八、九、十，抓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往里搬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拎住上身，二十，落，拔住。很好，收，反面，准备，收，五，上身再立住，弓反羽，五，六，走，七，八，慢吸，外开，二，三，四，走，五，收，弓反羽，节奏是什么？一二三四是吸腿，五六七八才，五六才离开，七八才抓脚的，再来一次，五，六，走，七。八慢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吸、五、六，抓，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躺腰拎上去了吗？十三、十四，脚背哦，你们的脚背都没有吗？不着急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落。好，刚刚有人掉了哈，是不是？谁掉了举个手，我看看。掉了啊，好，我知道了啊。没表情。好，这样子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刚刚掉了小朋友啊，我们再把这个腿补回来就好了，好吗？